各位琴声大家好，请坐请坐。谢谢点石慈悲三。感恩感谢天师的，首先非常感谢这一次班程大家能够从头到尾啊两天一起来学习。啊，在座有好几位啊，那也有今天来的，我们也非常欢迎啊。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共同学习的机会啊，真的是非常感恩哈。那另外呢，以前呢，我们在过去几年呢哈，我们其实常常在台湾北中南各地讲这个白羊椅啊，也讲了很多遍啊。那最近等于说从2022年疫情结束之后啊，那我们觉得这一部经不是只有用讲而已啊，是要把它实践。要实践呢，所以呢需要有一个建构啊。那这个建构呢啊，上天慈悲是显在日本啊，所以下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我们啊在日本建构这一个白羊易经学院，我们想要做什么啊？那我们希望能够做什么啊？以及我们未来我们能够做什么啊？那首先呢，后学的感觉是这样子啊，因为如果我后学跟各位学姐相较之下啊，那这一部经可以说天天日日夜夜每天其实都在脑筋里面转啊，脑筋里面转，那就会有这种感觉啊。像这样的一部经典啊，一次每一次你讲它，就算同一卦，你的感受体会也会不一样啊。它好像这个刚刚我们那个大有卦一样啊，它不断的转转转转转啊，你越来越提升你的对每一部经的了解，就越来越不一样啊。又有不同的感受跟体会啊，然后呢，来到第七次的时候，我们要把它落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我们知道现在的经典，最大的问题就是它跟现实生活好像越隔越远，所以年轻人不喜欢读这些东西啊。那我们要如何把它落实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所以我们当然很感谢天师的啊，首先很顺利的能够有一个这样的地点，能够让我们啊来把心中所想的、想要做的，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尝试，尝试性的落实啊。那我们来看看啊，目前我们这个建构里头啊，有一个精神内涵。就是要实践这部白羊椅啊，其实就是这个 logo。 这个 logo 后学把它放上去之后，有一天我发现它是一个法轮在转，它在转，不晓得你们看你们的感觉怎么样啊？那我看的感觉是它是在转的法轮，它是一个法轮，它不是一个单纯圆的 logo 在那里圆，它是在转的法轮啊。我们知道当年世尊他转法轮啊，三转法轮嘛啊，所以留下四圣体。然后三转法轮的意义就是把无上的大法啊，从生活面、现实面、修行面把它开演出来啊。那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白羊椅，我们就是需要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必须把它开演出来。所以他这个法轮要开始转啊。那然后昨天跟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啊，我那个小孙女来，什么叫做赤子心的法轮啊？他有时候不是完全借文字，也不是完全做借语言，他有时候不需要文字跟语言啊。法轮在转的时候，这些东西反而是多余的啊。所以那个小朋友这样跑来跑去转一圈来这边
他其实很聪慧，他会来逗逗他阿公，逗一下就走了，这样你想抱他他就跑掉了，那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啊。那你就会觉得假如一个人有很大的压力，你看到小孩子你可能逗逗他玩玩抱抱你可能压力就释放了那你比听一堂课还有效，比你做很多的努力功夫还有效，你就这样一下下就够了为什么？因为他在转他的法轮，次之法轮，次之心，是啊这是先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说所谓的法轮常转，不是只有像这样的嘴巴一直讲而已那个都是有时候是多余的。好，所以有了这样的发现之后，我们觉得这个法轮在转，但是呢，它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内涵，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课题最后要跟大家讲的，叫做顺天合道顺天合道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天意就这个白鹤经学院会在日本成立会在这个地方成立，也是济公老师他来选的地，这个代表上天的用意然后呢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这个场地建构起来那也是济公老师派了很多人来帮忙很多无形的力量有形的力量共同促成，最后呢给了这个 mark 那这个 mark 呢它里面呢有非常好的内涵这好的内涵呢我们把它称为次之心的一个法轮，它在那里转所以马上7月2号美国团家长跟孩子都要来了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开始运转暑期夏令营其实就是让大家去见识华轮，这个华轮在这边转它可以产生的影响好，来帮我读一下赤子心在无人身上为之清净明善地发挥出来，可圆觉明真理。但要能发挥赤子心的妙用，得要明道修身，在日常生活中去实践，以儒家圣人教导的做人道理为准则，让生活有道，做人有德。此一修赤子心之法，是为佛佛为传本体，时时立复本心之大圣菩提法，亦是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的善行无住相。赤子心的展现谓之太和，即是天心的自然显现，以应万物，达于物来则应，物去不留痕迹，随缘度化，无为而无不为。所以看了这个赤子心的内涵，我就觉得很惭愧，我离这个太远了虽然这部易经每天几乎都不离手都在研读它，但是好像距离真正修炼还差一大段这个修炼就是赤子心的修炼所以每个人都要有办法回到我们的本来面目，叫做赤子心。好，来继续帮我读一下赤子含得最后，赤子手握空拳，太和元气十足，时时刻刻自然手中，二六十中真性全，赤诚无欺，子亥真天性，合同怀中抱，纯善摄恶念，筋骨扶劳力。好，赤子的手握它是很自然的但是它握力很强那个叫做太和元气，很自然的展现太和元气刚刚那个信中训这个信中训它叫做恢复本真其实呢
就是恢复我们的赤子心，啊，恢复本性的赤子心。那有八项的修炼，在整个底训里头，我们很快来了解一下。来，继续帮我们读一下。嗯，自强不息，尽得修业的赤子心。修赤子心，即是修君子之德性。效法《易经》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能终日乾乾，细涕若厉，精进不懈，以求日有所进，日新其德。赤子心的展现，在于处事谨慎，不为物欲所蔽塞，不为妄念的执着所烦恼，达于清清静静，潜欲成心，清净自在地。好，我们日本明德言这个地方的建构啊，就这整个学院的建构，环境很重要嘛，环境至少我们要把它建构成，大家一回来就觉得很开心啊，很开心。那这个就是我们，我们讲的这个，整个所谓的易经里头告诉我们的啊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啊，那个就是乾卦所说的，我们人来自于天命之谓性，上天赋予我们本来就有很纯真的本性啊。对不起，现在上课他会回你哦。待会回你。好，刚才正在上课。好，马上在一个小时，好不好？好，来。好。所以我们这个环境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希望每个回来这一个地方，他至少他觉得没有什么压力，他可以放下，而且也可以觉得很开心啊，因为在大自然嘛，然后清新的空气以及环境的那一种感觉很重要啊，然后呢吃又是比较天然啊，所以这样子呢一种清清静静的地方，至少让我们的心不要有太多的那种负担压力啊，那来到这里能够完全放下放松啊，身心进入一个比较平和的状态啊，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啊。再过来，赤子心的本质，赤子心的本质是道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心的流露即是德光的展现，道心的本质在于清澈的自信，充满仁义的念力，光明无比。赤子心的启发在于老母降下通天窍的开启，金线善握紧，修炼太和正气，尽心以配天道，及常德以养浩然，不离原胎佛性。好，我们的赤子心从哪边来呢？其实就是上天老母给我们的啊。那我们来人间就是要接受锻炼，锻炼其中有一个其中就是要恢复这个老母给我们的本心本性，那份纯真，那份原胎佛性啊。因为来到人间很容易被迷失，很容易被污染，很容易失去了本真。所以我们呢时时刻刻要能够把握住自己的那一份大仁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啊，这是不容易的。好，来继续。赤子心即是佛子心，赤子心就是佛子的心，它来自于老母所化之原胎佛性，为人人所固有。若知涵养太和，则赤子心可充满浩然正气，并与充塞于天地间的浩然正气相通。此一浩然正气为极意之所生，怀谨善握于节操自然力。赤子心亦是正直谦卑的心，正直充谦让，
心恬静安逸。好，自心有很多特征啊，其中呢，其实那个谦卑的心，那个正直的心啊，然后恬静安逸啊，其实小朋友还很容易就很快乐，一个小玩具他可以玩一天啊，他有心情不舒服，他马上会表达，他就哭给你看，那过了就很快就没事啊。所以那份纯真，那一份很自然啊，其实他也是充满着天地间的那一股正气浩然啊。来，再来。赤子心的淬炼，赤子心经过考验与锻炼，展现坚贞柔顺、刚柔并济、砌砖柔质冲。经由不断的淬炼，以恢复赤子心，还要能存养正气，涵养德光，清心寡欲，存诚静静。赤子心还要有开阔的心胸，豪气甘云天，精气纯一，韬光养晦，达于正本清源。好，当然考验锻炼一定会有哦，要恢复我们的本真没有那么容易，要经过一些淬炼。这种淬炼的过程，其实呢，对我们是有绝对的帮助。因为修道如果太平顺，也修不出什么样子啊。又经过考验锻炼，那个是必要的啊。那个可以让我们慢慢慢慢啊，知道怎么样啊内练，怎么样去从心境的提升，到智慧的提升，到德性的提升啊。来，继续。赤子心的展现，赤子心的展现，虚静空敦实，宽大为怀，智德明心，在行为上，行正直王道，公正心光熙，宅心仁厚，朴实泰和，一如赤子之精柔赤骨弱，和光同怀虚。好，赤子心最大的特征就是他不会跟人家吵架对立。小朋友的吵架是哭一哭就没事了，大人的吵架是永远都变成好像不讲话了，变敌人了，变成不好相处，最后就弄得不愉快，因为他都放在心上。那赤子心是不会，他就过了就算了，所以小孩子是最纯真，而且最不会说谎话，而且呢心中有什么他就是真实的呈现，这种赤子心。好，再来。赤子心的德量，赤子心的德量浑然天成，朴薄如天生，渊泉孝含德，宽裕温柔善，恭敬生能屈。赤子心即是人人本自具足的圆融本性，理是心和德，其德光至纯至真，思想神清怡。好，其实我们把这个赤子心的 mark 啊，当作我们的学院的精神，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就是说，这一部白杨历啊，不是说你把它背起来，这个叫做学习，背起来是一回事啊，你懂的道理也是一回事，但是要去实践啊，但实践的过程呢，要真正有所改变啊，就是说一个人透过这一部经。他会改变自己，也改变周遭，甚至改变这个人类的社会，未来的人类的这个国家发展啊，以及最后达以美好的境地，叫做大同理想的实现啊。这种改变是从个人开始，那这一部经最重要就是要让一个人从自己的改变开始，先恢复自知心。再慢慢的影响到别人，也有那份赤子心，影响到家人，影响到社会，影响到国家，啊，修身治国平天下，啊，来再来，天性的自然展现，赤子心是天性的展现，见道报德真，内外皆清明，展现佛性的智慧本心。浩然正气，一如神气满意境，怀纳于天地间。修赤子心的关键，在仁德一为圣，
彰显含德，清晰神，自清金素因，情形产真理。哦，赤子心就是上天给我们的那一份美好的本质，叫做天命智慧心，就简单的讲就是天性，天性的展现就是赤子心。好，再来。无对待的仁爱天心，赤子心是无对待的仁爱天心，展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德量，不见欲念，清心寡欲，抱朴见性，彻悟本心。本性圆浑圆，洁白心，悟得觉心圆，明出性常号。赤子心具有仁义礼智信五常德的内涵，展现出来以君子正道为依归。好，赤子心呢，简单的讲就是那一份仁爱的天心，但是呢，分开来讲就包括仁义礼智信五常德。所以修赤子心，它等于说一方面是发挥我们那一份佛心本性，那个慈悲，那个爱。另外就是有仁义礼智信五常德的智慧，可以在生活当中进行应用啊。所以以这样子来达到一个大同理想的世界啊，来。太和到大同的实践，赤子心亦是古来高尚的圣贤心，清心寡欲而实其腹，柔弱的心智却有其刚强的骨气。道玄德备齐，执此名师应运，奉天承运，大开普度，开启人人本自具足的赤子心，齐度九六缘佛子，化人间为净土，世界为大同，同返礼天故家乡。好，我们这个赤子心呢，立在我们明德园的正中心，因为中央无极土啊。中央无极土呢，属这个仁义礼智信的信，要让大家起信啊，就先从赤子心的展现开始啊。所以来到明德园，它的中心地方就有立了一个韩老啊，我们翻译出大家讲韩老点是释的墨宝啊，就是百昧经学院，然后中间有一个赤子心，当作我们整个学院的中心，学院的最核心的地方就是这个赤子心啊。好，那这整部《淮阳义》啊，其实对后学的影响非常大啊。它一直让后学非常的惊奇，只能这样讲啊，就是你会有很多超乎你想象的啊。因为当时呢，疫情结束之后，然后后学想要到日本这边来建构一个这样的地方，当初只是想说，这一个会有一个地方啊，当做一个佛堂或者可以书院、可以讲课的地方就好。没想到接二连三哦，很快的速度就把这些都建构起来了啊。那很多都是超乎你的想象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有很多不可思议的。有时候后学大概只能这样讲，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好好把这一部经写了，你可能你的将来会有超乎你想象的一个发展，只能这样说啊。这就是好比后学个人的感受体会一样啊。好，那再过来啊，我们把这一部《淮阳义》摆在这个时代，我们来思考一下，它到底要带给我们什么啊？要带给我们的，用一个土来代表啊。好，那这个土呢，它的由来啊，稍微说明一下。这个是因为后学在学这个《淮阳义》以来，其实是当时啊，你根本找不到第二个人会拿这一部经来讲，所以你也没办法问，没办法讨论嘛。那后学上面的前贤懂点是那很忙啊，不可能一天到晚你跑去找他问他这个问他那个，对不对啊？所以大概只能自己努力啊。那怎么努力呢？有不懂不通的地方，
就多磕头嘛。那通常上天会给你启示的时间，大概就是找现象。找现象的时候，人起来脑筋比较清楚，因为现象的时候脑筋也比较，就是不会有很多的，那些不该有的那些混杂的念头，它比较清净嘛。因为经过一个晚上睡觉起来，所以你比较容易接收到一些信息。接收到信息的意思就是说，你会觉得你昨天讲那个卦好像哪个地方讲的不圆满啊？哪个地方应该是要怎么说会比较好？就要赶快把它写下来啊！你也不知道，有时候也不知道说为什么会有这些念头突然跑出来啊？也许是自己多想，或者是说上天真的给你启发，因为我们老母打开什么通天窍啊，那本来就应该。很自然可以相通，只是我们，也许我们的用心不够吧，或者是我们的心不够清净吧，所谓的用心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在做什么事，上天不可能给你启发的，上天可能很多事情摆在那里，都希望有人做，那刚刚好，这件事情有一个人想做，虽然这个人无皮没毛，他也许聪明才智不太够，但是他有心，上天就会给你怎么样加点加智慧嘛。讲到这里就想到有一次到东马斗府，那个地方的佛堂，或许卡在机场半天才出来，因为签证有个地方没盖到章，就卡在那里，那只去两天。就卡掉了半天，剩下明天一天，讲完课就得走了。那济公老师来了，用扇子拍候选的头，你来得很值得，你知道吗？我就在想说，济公老师大概在加点加智慧吧，可是呢，一直觉得自己各方面都很不足，尤其在学这一部经，有很多都不懂，真的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们刚刚有讲到那个大有卦，对不对？大有卦你就要多讲，多思辨，那这个部分呢，你若有上天可能就会给你，我们讲叫做加量加智慧，那你讲的不圆满，不圆满，那就想办法给你一些启示，我觉得是这样想的，要不然像这种。道场的这些训文都叫做天书，就很难懂了。你们如果自己随便拿一个训文来读读看，那个都是比天书还难读的，很难，很不容易懂。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没有上天给你加持，真的很难。然后讲到这个图，其实这个图呢，是有一次，这个图。这个图其实是这样子，完整是这样子，完整是这样子，这个，这个有一次呢是要去延之大学参加他们教授读书会，他是延之大学跟旁边的，中研大学两个大学的教授读书会，那我去跟他们分享白杨易，我就不知道分享什么，分享白杨易就是分享我们现在谈的这个问题，摆在一个时代来看。为什么会有这个白杨易呢？我们已经有周易已经够难读了那易经已经几千年了那这么多人在这边绞尽脑力去研究它，写了不知道多少本注解的书那为什么还要有一部白杨易呢那这部白杨易呢，在今天这个时代到底代表什么意义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说这些都是在大学教书的教授那我要给他什么？我就介绍易经，可能他都比我们懂那我就给他介绍这个。那为什么会介绍这个呢？因为那一天好像是前一天还是前两天烧香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图就这个图就说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经验有时候上天会传一些信息给你，就像你这个电脑有时候你会接到一些现在网络网络时代不管再远这个你会有些信息接进来你的电脑人脑就是最大的超级电脑
只是我们啊，跟上天相通的机会太少，我们都跟一些让我们造成烦恼的事情在那边通来通去啊。那你要跟上天相通，得要你办上天的事，你有那份天心，你愿意做替天办事，那天才会给你信息啊。那好，讲回来这个信息啊，其实《易经》里头有这个卦，叫做蒙卦。蒙卦就是讲一个开始，我们很多都不懂，好，所以很多都不懂，这一大堆都不懂的，哎，占大多数。然后呢，再过来呢，到了那个同人卦，同人卦就讲文明，啊，天火同人嘛，火带到明嘛，就文明，啊，哎，然后再到了壁卦，讲人文化成。啊，这个都是讲文明的发展，啊，文明的发展呢，代表人类科技的发展，因为人开始会创造东西啊，就进入了文明。这个是人会使用大自然的东西，比如说拿一个石头拿来敲东西，拿一根棍子绑在石头上变成骨头，啊，骨头可以，打野兽更厉害。那个是会使用大自然的东西，到会创造东西。你看像这种东西，这么高科技的东西多好用啊！啊，这个还可以连那个叫做蓝牙啊，它可以直接一按就一跳一页啊。像这种高科技的东西啊，不是大自然长出来的，是人创造发明。所以这个文明代表人类的创造发明，然后。第三个阶段文明再见文明，代表的是人的科技发达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了。啊，相当高程度就是有点像现在这个 AI 时代。啊 ，AI 就是人工智慧，人工智慧现在超过人了。啊，它的计算能力比人还厉害，只是人的聪明才智的潜能。是比 AI 还厉害，只是我们没有开花。我那个一坛子有84000个念头，代表它的计算能力本来很强的，人的脑筋计算能力很强的啊。还有人可以跟天地相通，这种能力都不会用，都关掉了啊。所以我们开始被机器人取代的危险啊，有危险，因为你没有开花，那你就有危险。所以现在来到这里，文明要进于精致人，它必须有两件事。第一个，要把我们的像大有卦讲的那个聪明才智的能力做一个更大的开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必须进化到精致人，要不然文明有可能打掉重练，谁打掉？自己打掉自己，自己毁灭自己。啊，你看现在其实还有这种危机嘛，人核子弹的危机，那个钢分解的危机，啊，那个一按了按下去，就有可能这个世界就所谓的毁灭是什么意思呢？在整个宇宙长空当中，几百亿年这样子哦下来，文明的时间其实很短的啦，我们只有8000年、9000年，不到5万年，那个是一点点时间。那个只是进化过程中的一段，没有成功，顶多打掉重来嘛，就说打掉重练嘛。好，那打掉重练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人没有到达精子人，就让他有科技进到大宇宙去，那太危险了，他会变成宇宙的邪恶力量，到处去毁灭那些比较低的文明。好，所以。人类现在还不够那个格进到大宇宙，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化到精致人，也就是说你的道德能力没有跟上来，就是说科技文明越进步，道德文明应该也要提升，道德能力没有提升，反而有下降趋势，这样就很危险，这样文明有可能打掉重练啊，打掉重练又回到这边来，重新再开始，啊，其实，在整个宇宙长空当中，那也不算什么，短短1万年哪算什么，啊，
现在宇宙说从大爆炸以来已经100多亿年了啊，那你10000年那、算什么啊？文明顶多给你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那个南极先锋说他看了几次馄饨，其实七次的意思就是这样，打掉重练一次，打掉重练一次啊。也许我们这一次是来到第8次，也说不定了啊。那你这一次有没有上得去？上不去，就现在又来到这个阶段，又是一个关键阶段。这关键阶段有2件事要做啊，就是这一部《白羊易经》最重要的扮演的角色，就是帮助现代人进入精子的这个时代。好，他最重要的是在做这件事啊，他做这件事，因为你如果没有上去，那你就迟早会打掉重练啊，会打掉，会从头来，会从头来啊。因为灵性是不灭的嘛，然后呢，物质的东西都有毁灭的一天啊。那其实以我们现在的了解，我们人这个身体是会变来变去，变来变去，灵性是不灭的啊。就算文明整个打掉重来，灵性还是在，那只是从头开始而已啊，重新再来一次啊。但是我们总不希望一直都在这里面打转啊，应该要上去来到精子的。于是呢，每一次每一次可能来到这个关键的时候，都会有关键的东西跑出来啊。那看看我们有没有办法真正把它用出来，然后带着大家上去到这个地方啊。因为如果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世界有5大宗教，这5大宗教任何一个宗教都没办法扮演这样的角色，因为都有个人主义的色彩。我的宗教才好，你们都要听我的啊，顶多是我尊重你，你也要尊重我，这样而已啊。那你说叫我的给你，然后呢一起来努力啊，很难啊。这种一以贯之的道理啊，是圣人的那一份本心所流露出来的啊。所以说五道一以贯之嘛，孔子讲啊。所以5大宗教也好，各大宗教也好，要扮演这个角色是不可能的。只有什么？只有道。道，我们讲说，今天其实我们真正来讲，只有一个字叫做道啊。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道就是天地造化的真理。我们唯有回到真理啊，大家认这个真理，一起向上提升。所以这一部《白羊易》呢，它就是要让人人晓得有道，晓得修道，晓得生活有道，晓得做人有德，这样才有够资格成为君子的。君子人的条件是什么？他必须依循君子的正道，叫做正啊。我们说贞吉的贞啊，那个精神道。另外呢，做人要有德，所以整部《白羊易》最重要是讲这个德啊，其实就是根据这个道，道为体，德为用。好，所以这个图啊，再往上看啊，我们有一卦呢，叫做幻卦。幻卦就讲这个部分。君子人会再进到神人，神人呢，有一天神人跟我们的人可以相通相应啊。你看那个幻卦的白羊幻卦里面就讲到神人相应与阴同啊，相应就你可以很容易就跟过往的诸佛菩萨神相通。现在是还要借三财，以后当你修炼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直接可以相通。好，那直接相通的时候，大家就会很清楚，原来人来到人世间就是要这样修修修，修到最后就跟神人一样的境界。宇宙的文明进到第2级、第3级，可能到第4级、到第5级，就跟神人相通了，这是叫神级。神级啊，神级再上去呢？就佛跟圣这一级，再上去呢，
就跟诸佛菩萨最顶端的那个我们说无极老母那个明明上帝那个无量光的境界，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没有什么名称，它只是最高的我们称为无极的境界。好，这个图呢，它其实重点在哪里呢？就是这个红色的字，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今天我们是来到这里，然后我们也可以因为这样就可以了解这一部白龙义它为什么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去提倡它，要去讲它，要去宣扬它，要去落实啊！而且为什么要从日本开始，那个白龙义学院是建构在日本，不是在台湾，不是在其他地方啊？这个或许也是还在思考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要从日本开始？其实台湾的条件，目前来讲，应该具备了很多很多的条件，可是为什么形成不了啊？那当然，这个有他上天的用意嘛，我们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目前至少我们知道，我们有个努力的目标啊。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我们学的这一部经，我们到底所谓为何啊？就至少我们要知道这些。好，所以刚刚讲到哈，这个在中义卦辞里头已经跟我们讲了：文明以见，中正而应，君子正也为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意思就是说，当文明高度发展的时候，叫做文明以见，就今天这个时代叫做 AI。啊，中正而应的君子会跑出来，所以需要有君子人来带领大家。这个君子人呢，他能够通天下之志。这个通天下之志是很有至少两个含义。第一个，他知道这个天下国家未来要怎么走；第二，他可以知道天下国家的人心所需要的，他可以跟他们相通，得人心，得天意。啊，所做的符合天意，这样叫通天下之志。好，这本畅销书里头就跟我们印证，人其实也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来帮我读一下，尖端智能开发的必要性。人类有两种能力：身体能力和认知能力。过去，机器是在身体能力上与人类竞争，而人类则是在认知能力仍享有巨大优势。然而，人工智慧已经在越来越多认知技能上超越人类，包括理解人类的情绪。除了身体能力和认知能力以外，我们并不知道还有什么第三种领域让人类能够永远胜过机器。开发人的第三种领域可能会是《易经》所说的智慧与德性。哦，第三种能力到底是什么？这一位作者并不知道，因为这个需要有名师的指点，而且要看得懂《白龙易经》，因为这部《白龙易经》告诉我们最重要的美好拥有啊，就是人有这两个智慧跟德性啊。如果没有去开发它，人呢不只是会被这些取代，还被淘汰，都有可能，甚至人会自取灭亡、自我毁灭、文明打掉重练啊，都有可能啊。好，所以上头讲的坤卦啊，其实坤卦就是一个这样子。叫做厚德载物，载嘛，承载，所以它是尖端的，但是上面有很多它必须去承载的，这也是一个白羊天使应该有的啊。一个是包容啊，乾卦呢是领导啊，所以它是一个倒三角，它是一个正三角啊。我们人都是不断的要往上提升，这个叫做自强不息，但是呢，人不能只有提升，
提升了之后就不顾下面的，不可以，你还要再去承担。越提升就要越承担，承担叫做厚德载物。好，厚德载物就是我接受，我承担，我无怨无悔，我就是不断的要去做这个努力，百分之百的啊，无怨无悔的去做，那个就是坤的精神，坤卦的精神。好，那这就是我们讲的龙马精神啊、哦，来帮我读一下。龙马精神，乾卦是一个人内在智慧的开发，坤卦是一个人内在德性的培养。乾卦决定人的位阶，坤卦决定人是否能德位相配。乾卦是人的领导管理能力，坤卦是人的包容感动力。好，我们上头昨天上的乾卦啊，乾卦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所处的位阶，认识自己有哪些能力啊，还有认识自己有哪一些德性，德跟位有没有相配啊，这些都是乾卦告诉我们的。你要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啊，成为尖端的领导者，你得要具备这一些啊。那坤卦不容易了，坤卦因为它是一种包容跟感动力啊，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它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无怨无悔的付出跟承担啊，是永远的接受和没有任何的抱怨，百分之百的服从，而不会有任何的啊那一种相反的一个意见的状态，可能都不会有啊。所以那个坤卦的精神，那个是一个最佳辅佐的精神啊，也是最容易让人感动的啊，那个很大很大的包容。所以乾跟坤这两个都是我们要的，叫做龙马精神啊。好，那这个是孔子挑出来的九个那个跟修德有关的卦啊。我们曾经跟大家上过这九个卦，孔子修德九卦，就利用三天把这九个卦上完啊。那这九个卦呢，对我们来讲都有很大的启发。其中呢，特别喜欢的是困卦啊。这个困难呢，是辨明一个人是不是真有德性，德性的涵养啊，从哪个地方看出来？从他在困难考验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啊。所以一个君子啊也是这样子，君子呢就要看他在泛滥、在困难、在穷困啊、在不得志的时候，他是不是还是一个君子？同样，一个人的内德涵养也是一样啊。要看他在考验锻炼的过程当中，他还能不能坚持啊？那一份对人的态度，那一份德性的涵养跟付出啊。好，那以上呢，我们把白羊驿的现在以及未来我们要做的事啊，跟大家大概做了介绍。接下来呢，我们怎么用？啊，还有一个方式要跟大家教啊，这个用呢，易经的用跟其他经典的用不一样。易经的用呢，它是可以透过一个叫做占卜，啊，这是传统易经。你看啊，我们中国的经典这么多，包括佛教的经典，什么《金刚经》《心经》，有没有任何一部经典有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可以给你一个占卜？啊，让你知道怎么用，没有，只有这一部经有啊。而且占卜的方式，其实非常简单，也很生活化啊。你身上只要有铜板三个就可以啊。那所以这种占卜呢，它可以帮你得到一个卦一个爻。所以一般来讲啊，我们常常会用这种方式来跟你跟自己，或是跟家人啊，有时候需要的话啊，那你身上只要有三个铜板啊，那你就可以拿来用啊。好比说，
建议尽量用这个十块的。现在我们哦，跟大家讲白洋溢跟传统，它用的方式其实不大一样哦。那我先讲一下传统的周易，它用的方式啊，比如说这三个都是十块钱的，这样啊。那十块钱的本身呢，它有两面，一面是人头，一面是什么？时元啊。那我们呢，在处理的时候很简单啊。譬如，好，你帮我随便丢一下啊，三个一起丢，对，好，好，你告诉我，三个人头，那就三个正，对，好，这是第一个，那你再丢第二个。两个字，一个人头啊，你第二个，好，再来一次，小心不要掉到地上。三个什么？食言啊。三个。好，再来。多少？两个人头，人头就是正嘛，一个字啊。好，再来。没有。两个人头，一个字。再一次。我六个爻啊，所以你要丢六次。上下左右两个十，一个字。好，好 ，OK 了。我们并没有所求，我们只是单纯想要得一个卦啊。那如果你有所求，你有所求的话，那你就得要。先问可不可以？可以，你只要把你的问题讲完之后再丢，这样子啊、哦。然后你可以求护法神，或者求老师，或者是求至圣孔子啊、哦，给你一个卦。假如你刚好得到是这样的一个卦，那我们去判断它，像这个就是阳爻。而且它是动摇，因为三个都一样啊。那像这个起少不起多，所以这个也是阳爻啊。那这个三个都是阴爻，那都是负，那就是阴爻。而且它是动摇啊，它有两个动摇。然后再过来这个也是阴爻，这个也是阴爻，这个是阳爻。好，那这个是艮复完了啊，那这个呢？对上缺啊，对就是折了，三折什么？顺啊，顺啊，损卦，三折损，对。这个折呢，自损以增高这个山啊、哦，所以这个是一下以上，好，因为它有两个动摇，所以呢，这两个动摇我们就要把它叫做变摇，变成三个这样子啊、哦，这个变成正变负，负变正啊、哦，然后其他一样。通常会有变爻呢，是比较复杂一点的问题，所以这个就这个没有变，这个是艮，下面就变成什么血，就是风，啊，就是血，山风什么骨，啊，
这个变爻呢也叫做支卦，那这个是主卦，也叫做本命卦啊，本卦啊，简单的讲就是本来的卦，也叫做本命卦本卦，这个叫支卦啊。支卦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按照这个卦的卦象去走，最后会来到这一个啊，最后会来到这一个这样子啊，所以这个通常我们这个叫以支卦为会，就是他会来到这个，这个就不大好啊。古卦就是东西放久的生存啊，那这个对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呢，这个部分就是说有变爻的部分会比较复杂一点，那个有三个变爻、四个变爻、五个变爻。其实呢，基本上像这样子，有的人呢，他直接取本卦就好，然后起这个爻就可以了，因为他两个，我只要起一个就好。到第三个的时候我才去变，但也有人呢，只要有这个，全部都给他变，他会把问题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就是因为变爻的是告诉我将来会怎样，这样啊，你这样子会将来会怎样啊，所以你要取它的变爻来看也 OK 啊，但是像这个两个来讲，你只要到这里其实也 OK 啊，看这个第三爻啊。好，那所以易经的应用现在变得很简单，你在身上有铜板，那么当然就可以啊，但是解卦比较难嘛，解卦比较难啊，像刚刚讲的丢出来就四种情况啊，这四种情况呢不是阴就是阳嘛，然后丢六次嘛，那就会有一个卦啊，然后刚刚讲的啊，一个变爻、两个变爻、三个变爻，通常两个变爻有时候呢它就以上爻为主啊，三个变爻就一定要有支卦啊，支卦啊，就是阴变爻、阳变阴啊，三个变爻的时候啊，但是呢也有人只要是变爻他都看，当然也 OK 啦，因为变爻代表的是说有可能他将来的结果啊，那如果四个怎么办呢？四个呢就是看那两个不变的啊，那五个呢五个就看剩下那一个不变的，六个呢六个这个情况就很特殊啊，而且如果是乾或坤那就用九用六，但这种情况非常少啊，那如果不是乾或坤这两卦，那直接看彖辞啊就可以了，而且支卦的彖辞就是变过来的那一卦的彖辞啊，好，这个是原则，所以我们如果懂这个原则，而且我们知道怎么用啊，这是最简单的了。但是也有比较复杂一点的，也有各国所用的方式不见得一样，像日本他们有一个高岛的占卜方式，它是很快就可以得到一个卦，这个有机会也可以跟大家讲啊。那就是中国传统，它是用49支4爻啊，那个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排到最后得出一个卦啊，那是比较复杂一点。但是呢，传统所用的方式，传统中国传统那种方式啊，那日本是把它简化。那这个又更简单啊，所以用三个金钱，所以有时候这叫金钱卦。现代人最常用的就是用三个铜板也就够了啊，他大概就可以得到一个卦，而且是有时候还蛮准的。好，那刚刚呢，就说我们得出来，我们要知道是哪一个卦啊，那这是一个对照，就说有时候。像你就知道这个是艮，这个是泽啊，但你不知道这是哪一卦，那你就可以看一下这一个
这个对照表。好，那这个对照表呢，是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出来是哪一卦，然后你再去找书来看。啊，如果再看不懂，就打电话来，就这样。啊，哎，很简单，就问看得懂的人。有时候你真的遇到难题，你希望能够哎从易经得到一些启发，那你就这样做也 OK 了。这个就只有这一部经典比较特别，它可以让你这样做。啊，那哎好，再来讲白羊易呢。啊，白羊易呢，它就不一样了啊。白羊易的应用啊，它基本上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就是它不是用占卜的，它是直接用算推算就可以了。推算跟占卜有什么差别呢？推算它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只要我知道怎么算，任何人算出来都一样，啊，但是占卜是这样，任何人卜出来都不一样，啊，占卜呢，你这一次卜跟明天卜又不一样，所以这个占卜啊，跟推算这两个有很大的差异，这个比较符合科学性，因为只要你会算，出来都一样。那这个呢，占卜呢，任何人占卜，就算同一个人占卜，也不会一样，啊，一定都不同，啊，就说我现在占卜了，那我觉得这个卦不好，再占卜第二次也不会一样，但通常不能这样子，你顶多说好，我去找别人，啊，再帮我卜一下，啊，他的功力可能比较深厚，但是出来绝对很少会一样。这占卜哦，它好像有一种，就说它为什么会得到这一卦呢？每次都不一样啊，哦。那我们说哦，那这个就是神明的指引，神明指引吧。为什么我会得到这一卦？无法解释啊。哎，你说这是概率，但是为什么它又那么准？哎，得出来就很准。那我说哦，这是神明指示。因为几头三尺有神明嘛，好，好，但是推算呢，它就不一样，它比较科学一点。好，怎么说呢？因为任何人只要你会推算，出来都一样。好，哎，七指算来算出来都一样，只要你会算，那就相同。所以我们说，相同的东西就是科学。好，就是你用的条件都一样，得出来都一样，这个是用的条件，就算一样，得出来也不一样。啊，那我们只能说，那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神明的指示，所以《易经》给人家感觉啊，比较不科学的地方，也很难解释的地方，就是因为得出来都不同，但是呢，有时候你会觉得它蛮准的。那我们说，哦，这个是神明指示，啊，神明指示，好，所以白羊易呢，它是取这个东西，啊，传统周易是用这个东西，啊，那所以为什么说，哎，白羊易是符合现代人的需要？因为现代人可能比较相信科学，哦，那以前的人呢，对很多不了解的，他都归给神明，啊，为什么卜出来会那么准？啊，这是神明的指示。但是现代人呢，大概很难这样子说服，就说哦，你占卜出来就一定是就是神明指示吗？他给你打个问号，那是你的运气，或是你的豁然率、你的概率啊，是这样啊，哎，所以白羊易呢，它用的是比较科学的方法。只要你知道怎么算，你都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啊，我们来举例跟大家讲一下啊，就好比好，
当然这个就是顺天合道了，就是说我们先了解为什么易经你要透过占卜来得一个卦，或是透过推算来得一个卦，就是要让我们知道顺天合道的道理，顺着这个天地运行的道理。因为六十四卦转一圈等于天地再运行一圈一样的意思，所以你要知道天地运行到哪里，那它就是哪一个卦啊，你要看得懂。因为这里面呢，就好比大家都知道东西方有一些很厉害的，叫他们用叫做占星。占星是什么？太阳这个九大行星，然后他们在转的时候都是按太阳转，在某一个时间点，它呈现出来的这个天地的样子，那个九大行星的排列，它就有它的道理，而且很准，它会影响到人类的社会，甚至影响到个人，这个就是占星的意思。它取的是什么？取的是时间。那这个占卜呢，它就不一定是时间的问题啊，它是看你人啊，或者是你的地啊，你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人啊，来做这个占卜。但是这个推算它就很重这个时间，就像有点像这个占星也是看时间。然后刚好来到九大行星连成一条线，他就说这个凶，怎么样怎么样啊？一看，其实它就是根据时间的意思，所以白羊易呢，它是走先天易的方式，所以它的推算也是用时间，时间，大家要知道我们人有八字，八字是时间，你的出生年月日时。来决定你的八字，八字准不准？准呢，算命啊，排八字啊，这些是常有的。那九宫格排那个命盘，它基本的也是根据八字，你的八字。所以时间是很奇妙的东西，就是你会在这个时间点出生，那这个时间点感觉就有很多天地的造化的力量。在这个时间点关注到你的身上，所以呢，你这个一辈子你就受这个出生的时间的这个八字的，好像就决定了你的命运一样。所以不要小看时间的问题，时间的问题有时候是易经里头有胜之时，时之易，时之那个易大易灾啊，就是说这个时间的道理是很大的。重要的这个卦呢，时间的道理很重要，它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可见时的问题是我们要注意的啊。时间本来就是一个很奇妙的，它来到一个时间点，它天地间就有一个搭配的阴阳五行的道理在里面，所以我们在读那个道脉图解的时候，他有讲到五星图。五星图在讲什么？五星图其实就是在讲任何一个时间点，五个星的金木水火土五星的排列，都可以有它的意义，呈现出来的意义。可见这个时间跟这个天地的能量的运行有很大的关系。那你在那个时间点来到人间，你就会受这些能量的影响。然后为什么你会问说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你要了解这个问题，就要了解易经。易经就是根据这个来的，所以我们在推算也是在根据这个。所以现在的是一个白羊易的时代，所以我们可以用白羊易去算每一个时间点到底来到哪一卦，而且是还蛮准的，从那一卦可以看出你决定你这件事情要或不要，做或不做，该不该，包括
抉择的问题，啊，还有该怎么做的问题，啊，哎，你都可以从时间的推算，啊，得出一个结论，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教大家怎么看这个时间，啊，时间呢很简单，它只有两个，因为我们只有两个八卦就可以决定一个卦，啊，所以只有两个，这两个呢，一个就是日期。啊，一个月有30或31天或28天都可以，日期啊，然后再来就是时间啊，这是有两个东西，一天24小时，日期的决定在上，时间的决定在下啊，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它已经来到了一个卦，哪一个卦呢？你从这个地方乾是一个开头啊，乾在这里啊，乾、巽、坎，啊啊，艮，然后坤，然后震、离，啊，对，我们这里哈，啊，这四支啊，刚好有八个，啊，因为我们小指都三节，你就取这两节、两节、两节、两节，刚好是八个，这个就是我们算那个。屈指算来哈，因为它八卦就这八个在这里，掌中乾坤嘛，啊，那你算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往这个地方算，因为我们是先天易转，顺时针转90度，所以你算的时候也要顺时针转。好，今天是16号，来，请告诉我今天是八这个白羊八卦里面的哪一个？一二三四五。6、7、8、9、10、11、12、13、14、15、16、17，啊，16这个嘛，啊，16是什么？对，所以对在上，这个时间点来到什么时间？现在几点？现在是3:43。啊？3:43，好，这个是11点到1点，这是1点到3点，现在，所以这里，啊，择天，啊，择天怪，怪就是抉择的意思，啊，那第几爻呢？啊，第几爻呢？你看啊，这个刚好六个，两个卦加起来是六个爻，啊。这六个爻呢，我们呢要看你是第几爻，那就是每一个爻是20分钟，六个爻2、6、1、12，刚好两个小时，啊，一个时辰两个小时，啊，所以我们是在3:43，3:01到20是第一个爻，啊，然后21分到40分是第二个爻，现在是进入第几个爻？第三个爻，所以他是来到这里，啊，所以你怪卦的第三爻，啊，所以现在是来到这里。那那你说什么时候我们会去用到这个？啊，譬如说。我就是刚好那个时间去到那里去看那个房子，决定要不要买。那你就，你其实那个时间有时候是很难，你自己决定什么时间就什么时间很难。就是你刚刚好啊，就碰到塞车啊，碰到什么啊，刚刚好啊，碰到有事，那就是那个时间点到了啊，好，那就看一下，我刚好这个时间点来到这里，然后这个卦是什么卦？哦，那这个有时候就是给你可以参考一下哦。原来，现在这个时间点这个卦适不适合？这个房子适不适合？哦，还有呢，譬如说动土，哦，动土有时候看时嘛，啊，哦，动土要看时间嘛，啊，像我们日本的那个福田居动土，我总共用了两个时间，啊，一个是。动房子整修，
一个是真正的动土，啊，动房子跟动土两个时间不同，因为两个呈现出来的卦不一样，啊，所以当我们你会用这个白羊易的时间的概念去看这整个天地运行的道理，你就可以用时间去推算，你就可以知道说现在来到哪一卦。假如你要动土，你在这一卦它的这个能量啊，比如说它刚好是来到大有，大有卦的能量啊，那你就取它的能量来动土。好，那你刚好来到这一卦呢，也许动土呢它刚好是古卦，那就不大好，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你东西久了会出问题，那你又刚好选择这个时间点去动土，那代表说你动到了这个时间，你将来就会有这个时间的影响啊，古卦的影响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人要有时候要看时，那算一下一个吉，叫做这个良言吉时啊，那个有时候这个时间很重要，就像我们人也有八字的问题啊，是可以决定的命运，所以时间是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小心的啊。好，那易经也不是说有事没事都拿来算一下啊，这样子易经不是让我们这样用的啊，易经的最重要就是教我们从这里面得到一些启示，叫做顺天合道，让我们做什么事情合于天地运行的道理啊，你不要跟逆天而为。譬如说我要动土，我就偏偏找一个不好的这个简卦，简卦就山川水复嘛，会有很多困难的意思，会弄个古卦，古卦就是将来久了会生虫，会有问题的，那你一定要逆天而为啊，那没有必要，我们最好是顺天合道来做啊，比如说我就知道这个时间点来到什么卦，那我选择那个时间来做这件事会最好啊，那这样子呢合一道，合一道自己也会比较安心，另外得到的助力也会比较多啊，其实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哦。好，那刚刚讲的就是这样嘛哈，我们总共用了这八个啊，其实就是这样屈指算了，用这个拇指这样算就可以了啊。然后日期时间要看它第几爻啊，都可以，就可以算得出来啊。那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白羊易它的用法啊。当然还是那一句，不是有事没事就随便拿来算一下啊，就真的有事的时候啊，就拿来推算一下，这样你对你来讲会比较好。怎么说呢？因为这样子你在应用上会更能够跟这个道相契合。如果有事没事就好像开玩笑一样啊，那会越来越不准啊。那你要让自己越来越合一道，那就是要顺天合道啊。好，那后面这边就是日期，简单的讲啊，这个就是日期啊，那它的推算方式啦啊，对，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呢，其实到这里已经结束了啊，那也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哈。